觉得啊，其实我觉得属于现在年轻一辈的这个情歌对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也是我们 KTV 点播的很好听的歌曲。好，知道吗？然后到时候他们眉目全情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是的。好，跨过歌声来满足心中的欲望。好了，那好了，那我们要接棒哦。同学不要紧张，看得出来她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生。想到上礼拜我也是跟她一样害羞，今天就变这样。